知名的偷情网站 Ashley Madison 经传遭网络骇客攻击，并且威胁如果网站不关闭，则将公布网站内上千万客户的资料。这个专门提供已婚人士偷情的网站，以人生苦短来场外遇为口号，号称客户人数高达3700万。而自称为 Impact Team 的骇客组织表示，他们已经拿到了所有客户的资料，包括他们不为人知的性幻想、信用卡交易记录、真实姓名及地址，甚至员工文件及电子邮件等等。网络公司表示，他们已经关闭所有未经授权的电脑资料抓取等等，同时也与执法单位合作展开调查。不同于一般的单身男女交友网站，这个网站专门针对已婚但享有婚外情的人士，也因此网站被骇客入侵的消息一出，引起不小关注。